第十三题，所谓安全负载电流是指电线所能承受的什么？既然称为安全负载电流，所指的当然是电流，它指的是它能够承载的最大电流。如果超过这个最大电流，就会有更强的电流热效应，那么就会更会发烫，有电线走火的危险。所以第十三题问我们说，所谓安全负载电流是指电线所能承受的什么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。最大电流量。